一个叫白色喜剧。有人说，时间会给我们，它是独一无二、真实的见证者，在不经心的演化里永恒进行，就像是地球的自转轮。时间出现时差和时区，相隔15度的时区间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和剧情。东巴时区的北京下着雨，东伊时区的巴黎正寂静。而属于我的白色时区，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路。
切都已变成回忆，我不相信这瞬间的凋零，来不及直到有你陪伴我的幸运，我却